各位好，我是苹果爸。今天 OK 十个被遗忘的指令功能，第七个测点功能。好，这个功能呢，其实大家应该不陌生啊。我们在画图的过程呢，都会有这个蓝色的点点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测点。好，我这边示范一下。我在之前的影片呢 ，OK 的测点功能有说明过拉伸、移动、旋转比例加近色。那我这边简单做示范一下，我这边画个矩形，然后这个蓝色点点就是我们所谓的测点，你可以点选之后呢，会有红色的点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按下 Enter 呢，就可以拉伸 ，Enter 呢变成移动，再按一次 Enter 变成旋转，对不对？再按一次 Enter 等于比例做缩放，再按一次 Enter 呢变近色。好，这是原始的测点模式。那其实呢，所有的物件呢都会有这个蓝色的测点，它其用途呢会有不同的需求。例如说，我可以这边点选之后呢，这边做停留哦，然后就做延续式的标注，就可以直接完成这个标动作，非常方便。你也可以完成我们的机械式点选它之后呢，游标移过来做停留，就会有个机械式标注。好，去选单呢，去选择你需要的功能。好，这是基础测点模式。像我们这个柜子呢，如果不够长，你还可以这边做拉伸，对不对？OK， 没问题。好，那这标注尺寸的引线呢，要做一个复制动作，你可以点它之后呢，输入 C 做复制，就可以直接做复制了。点选，对不对？这是非常方便，这是所谓的测点模式，可以让你省时间，让我们的绘图更有效率。它还可以用在哪边？像我们的填充线，对不对？这边填充线，我点它的时候呢，它如果不是关键式的填充线的话，它就可以做拉伸，一样可以做拉伸。好，所以你今天有测点呢，非常方便。好，那预设呢？我们的图块呢也是会有一些测点，点它之后呢，它会做移动。好，那图块整个物件呢，它其实是几何的组成，啊，它只会有单一的一个插入点的动作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图块。那你今天进阶再使用我们的动态图块呢，就更方便。它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参数设计，像这一些呢，一些动态图块的参数呢，各个箭头呢，各个测点呢，有不同的表示。好。我们的范例呢，这个呢是对齐参数，你可以直接移动，它直接会对齐我们线段的角度，对不对？直接去做个对齐动作，好，再移动到适当位置，非常方便。然后我们的柜体呢，还可以做拉伸，线条跟着做拉伸。好，那我们的桌椅呢，还可以让它做自重的动作，拉伸做自重。那最后，我们的门呢，还可以加上遮蔽物件，这边点选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边做移动。它会自动遮蔽 ，OK 吗？然后你还可以去做个拉伸，直接自动呢帮我们去遮蔽我们墙壁，就不用做修剪的动作。这边是一样，做移动，然后呢还可以做一些翻转，对不对？是非常方便。所以每个测点呢都有其用途，你可以透过动态图块的设定呢去完成它。所以这是测点功能，多认识一些功能呢，对于工作呢是有帮助的啦。好，你可以让绘图效率呢提升，让工作更有效率。好，那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呢对你有帮助，关于测点功能呢多一点练认识的话，请你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好，那也可以帮我按下小铃铛，让我可以帮助更多朋友。好，那我是苹果爸，我们就下回的分享再见，拜拜。